怎么办呀？我走马穿的已经超脱烈酒，终是念你，那不是别人呀，那是我的额娘和弟弟。你不提他走进前，额娘，我做戏子楼台前，你怎么做？怎将你的女儿不说，更会害了祖母啊！殿下糊涂，是妾身的罪过。我自己容颜，连七年都可以要求，我如何都会抱拳做。护着你，就像护着你肚子里的这块肉。